我是基因，我现在来车上尝试看看我家里的车子，然后要怎么弄。之前有考过手牌的车子，应该基本上装置都差不多的。然后待会我会先开冷气来辨别一下，现在天气好像稍微有点热了。哦，有声音了。大概应该就会先这样子的感觉，然后冷气的部分我待会会再研究。对，然后一件事情慢慢回来，然后让自己慢慢的熟悉这台车的运作方式，要不然人家都以为我的那个驾照都是用鸡腿换的。好，拜拜。